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思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American Odyssey 美国探索节目。今天呢，我非常有缘去专访一位非常有博爱精神的人。每个人对博爱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对我来说呢，一个有博爱精神的人呢，是能够无私地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与他不相识的人，甚至呢是别人不屑的人。好，今天呢，我们就去专访一位嘉宾，他是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创始人慧禮法师。慧禮法师您好。你好，黄小姐好，美国探索观众朋友大家好。哇，今天真的是非常有缘哈。我得到这个采访您的机会之后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有个大大的大问号啊，我说为什么？因为啊，咱们从这个非洲的历史上来讲啊，从15世纪开始，从阿拉伯人到欧洲人，一直延续到18、19甚至20世纪初期啊，外来人呢都是来侵略占领非洲，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一个是啊，抢夺那里的资源，包括他的矿产、黄金和钻石，还有呢奴隶的这个啊贸易哈。那在21世纪，您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非洲？我是1992年去到非洲的，那么到非洲才发觉，非洲没有佛教以及没有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我本身是一个佛教的出家人，也是中华文化的传人，所以就会非常在意就立意要法传非洲续佛会密，也就是要将中国佛教传法给非洲佛教，让非洲佛教能够本土化，能够在地化。所以我制定的一个目标，就第一个阶段我要前进非洲建立据点，所以在南非就建了个南华寺。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深入非洲往下扎根，就是离开南非以外的穷困的非洲那么去这个成立孤儿院办学校，收养孤儿新学济贫目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个非洲的这个经济状况还有这个自然环境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哈您在非洲现在遇到的最大的这个困难是什么呢？非洲大家的共同的认知就是黑暗大陆第三世界就是贫穷、动乱、蛮荒、疾病确实大部分的非洲地区都还是处于贫穷、动乱、蛮荒、疾病。即使现在的非洲国家的首都几乎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在首都离开首都30公里以外的这个区块呢，几乎又进入到原始蛮荒的一种这个状况里面去。所以像非洲的这些部落里面几乎都是没有水没有电那大部分都还是食物缺乏、营养缺乏而且没有医疗保健的系统那整个非洲呢，因为它是属于艾滋病的原发地区，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艾滋病呢，就是 HIV 的带源都高达40%以上平均年龄都是34岁到37岁这个样子。那还有疟疾还有很多的这种疾病所以即使就是说在这种医疗保健系统不完善的区块里面呢，又是处于贫穷的状态里面呢营养不良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病即使不是绝症，但是因为常常等不到药就等着往生吧。法师，您最初去非洲的这个初衷呢是传佛教，但是后来呢，您的重点呢转到照顾孤儿。现在呢，您在非洲呢开孤儿院、开学校，为什么会转到孤儿和孩子这件事情上呢？在非洲的部落第一个它是 HIV 的一个就是广泛传播的一个区块所以部落里面几乎都是剩下老的跟小的，中间那一代不见了所以很多的家庭留下很多的小孩那这些孤儿
大家想想看呢、啊，失去父母，失去家庭，贫病交迫，孑然一身，流落荒野。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几乎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遇到的话，你想想看，假如你是他，你要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了解到非洲部落的那种孤儿的现况啊，就太多的苦苦等待救援的这种孤儿的这种情况呢，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困难，我就是想说一定要去成立孤儿院，去办学校要去抢救这些孤儿。那这几年来我们觉得这些孤儿，只要你给他机会，给他教育的，每一个人都是人才，都是宝贝。就好像这个有人说呢，每一个小孩都是天上一颗闪亮的星啊。那这几年来呢，我们透过 ACC 的一个教养每一个孤儿确实都非常的受教我们传给他的中华文化佛教信仰乃是少林功夫等等几乎呢他们都能够完全的吸收，而且能够非常这个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个 ACC 啊，关怀中心呢，现在一共有多少非洲的孤儿呢？我们现在在马拉威、史瓦济兰、赖索托这三个国家都已经成立 ACC， 都已经在收养孤儿。目前在我们帐下有6000多位孤儿是我们所收养的。接下去我们又在莫桑比克，还有在纳米比亚正在新建当中。当然我们不会停止这个脚步。马拉威的第二个 ACC 也预计在今年底又要举行动土典礼。南非在东伦敦的 ACC 也在明年初也要动土。也就是说在非洲呢54个国家呢，我们会持续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去成立这些孤儿院以及学校来收养孤儿。Well, 我们作为父母自己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孩子都是相当大的责任和这个负担哈，也是经济负担，因为衣食住行你都要为他们帮助提供，而且呢还要提供教育。您现在呢有6000个孤儿怎么样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的问题呢？我是出生在台湾，成长在台湾，那么要盖孤儿院、盖学校，经费的来源第一个当然就是想到台湾，所以我最早期呢就是跑回台湾去募款，后来孤儿越收越多呢，就支撑不下去，又跑到香港去成立基金会，现在呢在台湾以外，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乃至日本乃至澳大利亚纽西兰等等，都已经成立 ACC 的基金会以及协会。那今年又跑到美国、加拿大巴西、巴拉圭等等地方呢，我们陆续的成立这些ACC 的基金会继续的募款。因为非洲的区块54个国家实在有太多的孤儿然后据统计呢，联合国的统计是1600多万个孤儿那我在那边20几年呢，我实际的了解其实超过6000万个孤儿在等待救援。我们的 ACC 呢其实不是在养，而是在教。透过 ACC 的这个平台我们给他这个食物以外呢最重要的我们给他的教育。而且我们把每一个孤儿都是当作是自己的小孩来照顾。除了他国家规定的教育以外呢一样也没有少。我们又加上了中文、中华文化，加上的这个佛法。加上的这个少林功夫，尤其在中华文化方面呢比如说唐诗宋词啦、弟子规啦、三字经等等，尤其弟子规这一方面呢，我们用弟子规帮非洲重新来建构伦理道德观念，他们的艾滋病为什么那么泛滥，其实就是家庭伦理这个道德观念已经解体的。一般的乡下都以为说我有艾滋病我传给别人那么我的病就可以好了很多的地方还是一夫多妻很多的地方几乎男女关系是非常随便的所以弟子规对非洲来说
啊，他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这种重新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一方面把它做好的话呢，那我相信呢，这些艾滋病的泛滥的传染啊的扩散呢，会得到及时的遏制啊。这个我在看ACC 哈关怀中心的这个一些录像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教育这方面，这些非洲孩子呢，他们说的国语啊，说的是非常好。所以对一个孩子来说，每天呢他的日程是怎样呢？除了学这个中文其他的课程，他一般的流程是怎样呢？我们 ACC 是个佛教团体啊，所以我们这个 ACC 里面呢是坚持要吃素。四点半就要起床，晨钟暮鼓，早晚课诵。早上四点半起床，五点要做早课啊，一个小时的这种早课诵经。那么六点呢再去晨练晨跑，到了七点左右呢要去吃早餐啊，吃完早餐就到学校去。那么学校其实就是在 HC 的旁边啊，就是我们这就是孤儿院附设的一个学校。那学校是跟政府注册的，就是说。他读了 ACC 的这个学校是有学历的，老师课程都是当地政府合格的，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这个关怀中心啊，这个和过去历史上欧洲人基督徒开的一些孤儿院的不同呢，这根据这个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的一个报道，就说这又是孤儿院，而且呢，他们还学中国武术。中国武术呢，对佛教来说呢不陌生，但是呢，你给这些孩子，非洲孩子孤儿，给他们教武术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意图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部落里面乡下的小孩，乡下没水没电卫生习惯就不好缺少食物营养就不良又没有这个医疗保健系统，所以每一个小孩到 ACC 几乎都是有头衔这个挺的大肚子里面都是虫几乎都是带病的。那我们 ACC 不是说养个三十个五十个，都是要几百个上千个的孤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衣食温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假如他还要生病还要吃药，其实我们就撑不下去了。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进到 ACC 里面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要就是身强体健，不能生病不能吃药，那我就可以多养一些的这种孤儿。果然呢，在我们让他们练了少林功夫以后呢，他们这个身体健康起来了，也不生病了，也不吃药了反应也灵敏了。那第二个因素，其实少林武术也是佛门的文化，就是说禅武合一动静一如的这种修炼练了少林武术就是不怕困难不怕痛苦对人生呢更充满了这种信心第三个当然是因应非洲的特殊的需求，因为我们把 ACC 的每一个小孩当作是自己的小孩在用心。非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太多的不可知不可测的这种因缘存在假如这些小孩长大了放回去了在那么多的不可知不可测的这种因缘环境底下，我们其实是会担心的。幸好现在每一个 ACC 的小朋友身强体健，反应灵敏所以我们即使放他出去，我们其实是相当放心的。那正是这样的哈，这个给孩子呢又教了中国的文化武术，但同时呢也解决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降低抚养他们的成本。慧禮法师，这个从你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听说您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也非常的艰难您能讲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是怎样？怎么样你决定来这个出家学佛法呢？说到出家，这个是说来话长的事情那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是战后婴儿潮就是战后的台湾其实也是贫穷破败，一无所有也跟现在的非洲的部落有点相像水电缺乏食物缺乏在那种比较穷困的环境之下走过来的。
想起来，可能这也是我们到非洲的啊，好像一个啊之前训练一样的啊，能够先历练过这一些的，现在能够到非洲去，其实也不觉得怎么样啊。非洲的这种贫穷啊，这种啊困苦啊，啊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已经历练过了啊。出家并不是一般人家揣测的，就是说好像生意失败、感情失败啦，啊，那这个消极啦、避世啦、青灯古佛啊，这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刚啊，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佛学，台湾的教育几乎都是儒家的教育，啊，对佛法的这种了解是完全没有的，就是说啊，学校的课程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佛法的这种教育，所以对佛法完全是不了解。啊，在高二、高三的时候，忽然间接触到佛法，比如说啊，三法一因啊，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等。我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哎呀，读到高中了，竟然才知道啊什么叫佛法。那佛法所说的这种啊，即使是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等，这个都是宇宙人生这个全全相应的一种真理啊，非常震撼啊，所以就想要去深入去了解，所以这样就一步的就深入去了，就走上不归路吧。这个您曾经许过愿呢，您要五世来为非洲来服务啊，这个五世代表什么意思？您今后的计划是怎样的呢？非洲54个国家啊，十几亿的这个人口啊，那我当初到非洲的时候呢，啊，我立下的目标就是法传非洲，续佛慧命。啊，我一个人哪来的这个能耐啊？所以我也曾经回到台湾去找其他的道场、其他的法师，啊，但是一般的情况就是听到非洲脚就软了，好像没有人有意愿了，这种情景就好像说啊，我们如果要到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可能大家的啊后面就很多人来呼应了，但是要到非洲啊，这个一直没有人要跟我相应，所以在笨鸟单飞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我只有这样想，我今生今世做不完，那我还有来生来世，啊，来生来世再做完，又有来生来世啊，这个总是要啊做出一件事情出来啊，这个要把中国佛教传法给非洲佛教，让非洲佛教能够本土化，能够在地化，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成功啊，所以是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的。真的是非常感恩您有这样的爱心，而且呢把下生下世都分享给非洲。好，我们今天的采访呢就到此结束啊，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merican Odyssey。 下面呢我带您去看这些非洲孤儿的演出，看看他们的对中国文化啊、歌曲、诗词还有武术的表演。好，请跟我来。Thank you.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merican Odyssey 美国探索节目，希望您从今天的节目里能够感受到博爱的力量，它就像星星之火，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奉献一份爱，那我们的世界便会没有战争，变得更加温暖。好，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见，拜拜。